的 Alice 啊，请您现在介绍一下你的品牌跟你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四百毫升的创意总监 Dois。那我们这个品牌它的全名叫做四百毫升四百 ml。那我们这个品牌它创立的初衷是由涂鸦和街头文化这样作为这样一个基点，然后慢慢的去成长。那包括我们这个 logo 它的四百毫升的含义，那四百毫升其实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这个画画的这种颜料喷漆它的最好最理想的这样黄金的这样一个黑中的比例。那另外我们四百毫升这个 ml 它不仅是一个体量的单位，它还是另外一个牌叫做 Mr. Letter， 就是字体先生。因为我们从事涂鸦的这个行业的大家都是要通过自己去辨清，然后掌握它的一些气韵和它其他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涂鸦人又称为自己为写字人。